于是格格拉央用了冷漠式的能力，在这个虚无的世界，他们一起编织了一个美丽的梦境，是一个拥有在他心里一切期盼的美丽梦境。而这个梦境就是你后来所生存的世界。格格拉央在梦境中爱上了一个叫做迪亚马赞的女人，她不听 Lemurs 的劝阻，一心一意想要跟迪亚马赞回到现实中一同生活，打造属于他们两个人的现实世界。他绝望了，迪亚马赞终究是来自梦境的女人。当格格拉央带着迪亚马赞从梦境中醒来，回到现实世界的那一刻，他也就消失在他的面前。你现在跟我说这个故事，什么意思？在我的故事中，陪伴格格拉央一起做梦的高阿斯，我就是 Lemur。 你们从我手中拿到的记忆之书，在过去叫做梦境之书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想要告诉你，你眼中所认为的真实世界，其实只是格格拉央的梦境。所以我跟所有的高瓦斯经过的那扇门，并不是通往比诺甘药。没错，你们所经过的那扇门背后所通往的，就是格格拉央的真实世界。像你这种在梦境中被创造出来的高瓦斯，是没有办法在真实世界生存的。只有在格格拉央现实世界中被创造出来的高瓦斯，只有我得以存在。